总发生在那些完全不用狩猎欲望的氛围里。那地上山卡片弹弹珠，玩一把扫刀插在地上分地盘的插刀游戏。从那时候就不认输，直到掠夺从弹珠变成了人民币。出没在旱冰场宵夜摊，投币是电子游戏厅，无论路过哪都要抽点税走。不是努力玩到最好，而是主宰。那个年纪还不懂身体该怎么摇摆，不喜欢听歌，喜欢单纯的竞赛。欢迎来到凶猛的 Boys Room， 这里不像城里圈子那么表面，老兵们都不动了，还能依靠一张嘴混。这里几乎都是非黑即白的考验，先把小命保住，才能站得稳。Hey on the ground， 那些闯进来的蠢货还放。我们擅长的不只是抢，你最好避开四周豺狼们的目光。Hey on the ground。那些闯进来的蠢货还放，我们擅长的不只是抢，你最好避开四周豺狼们的目光。说到电子游戏厅，丢了多少人的命，它是凶猛的动物们的安定剂，让情绪和货币有了统一的趋向，提前预防了多少本该发生的悲剧，直接改变了街头上的规律，把暴力和阶级关进了小黑屋，把充斥在四处的危险集中在一点。不怕死的当然也不认输，但游戏厅通常分为两个区，外面是格斗和射击，里面翻牌和钓鱼，明知是骗局会一直输。多少人为了保住小拇指在地上跪着哭啊！让我秀给你看，这是从外面带回来的新玩意儿，叫做纸虎，一拳就能让你 PK 肉战。但欠的钱连本带利，你的血肉不能弥补。但总有些没钱又没本事的，却老想要在这街头游戏里面孤注一掷。那我劝你还是别来了，毕竟你不同于游戏里的角色，性命只有一次。Hey on the ground， 那些闯进来的蠢货还放。我们擅长的不只是抢，你最好避开四周豺狼们的目光。We play on the ground， 那些闯进来的蠢货还放。我们擅长的不只是抢，你最好避开四周豺狼们的目光。Yeah yeah yeah， keep up careful， 企图没击败，多么统治世界野心计划，哪能一举带过？太多人弱小也不外乎你不外出混迹在墨尔本街头，怎么可能没态度？东方不败的人们打着无赖的人们，买着有菜的人们，今天买了个排骨不吃蔬菜的人们，早就设下了埋伏。手榴弹决心一口气端下锅，踩入 back to old school B， 打算 feed old school with a cold stone feet， I school too rich， 我们飞得老的九十度和九十五座，新的九十柱和九十度的白酒哥们都亲嘴，新的饭出进了我的肚，闯进我的地盘，先离开半步散步的机关和组织干部的肆无忌惮，守在门口嘴巴数着 one two， where's the mic， the fight 在我就在，你是我朋友的话一起分享这 chill why， 但我先警告你说卖我原则的话，对不起我会把你像玩具一样的破坏。Hey on the ground， 那些闯进来的蠢货还放。我们擅长的不只是抢，你最好避开四周豺狼们的目光。Hey on the ground， 那些闯进来的蠢货还放。我们擅长的不只是抢，你最好避开四周豺狼们的目光。